收看敏飞看世界，京都自由行的最后一天行程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宇治。在京都的这几天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抹茶制作的甜点，因为位于京都南边的宇治就是以生产抹茶而闻名，所以喜欢抹茶或是日本茶的朋友一定会喜欢今天的行程。宇治的交通便利，搭乘 JR 或京阪电车皆可到达。我们今天选择京阪电车，从清水五条站出发，经由中枢岛站转宇治线，接着再搭到终点站。宇治是一个你就算没亲自来过也一定听过的地方，它是抹茶的故乡，更与静冈、和霞山并列日本三大名茶产地。宇治当地有许多的茶屋及抹茶名店，而且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。位于车站旁的这家通源茶屋，更是在平安时代末期就已创业。现代的建筑是江户时代就已留下来的，有超过400年的历史哦。从京阪电车站出来，往前走一点，就会经过这条宇治桥。不说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建于西元646年，宇治桥可是日本三大最古老的桥梁之一哦。从桥上眺望远方，将整个宇治闹区的美景尽收眼里。经过宇治桥之后，在宇治川旁树立着日本名著《源氏物语》的作者子室部的雕像。这部经典名著的背景就是以宇治为舞台。沿着标示往前走，我们到了平等院前的这条商店街。走在宇治的街道上，很明显的感觉得到，相比于清水寺及岚山等热门景点，宇治的人潮明显少了很多。但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游玩宇治时有一种很清幽的感觉。街道上几乎都是卖抹茶相关产品的店家，咸食、甜食都有，真的是抹茶控的天堂。这家店有卖很特别的抹茶饺子及拉面，看起来很吸引人，于是我们决定在这家吃午餐。店里的空间不大，所有拉面的面条都是添加抹茶粉制成，还有这个抹茶啤酒也意外的很好喝。抹茶饺子的皮也是添加抹茶粉的，抹茶味很淡，但是吃起来味道不错。拉面的味道跟一般的拉面差不多，但面条是漂亮的抹茶绿色，看起来就很吸引人。总体来说是值得尝尝鲜的一家店。吃完了午餐，我们到宇治有名的中村藤吉吃甜点。
中村藤吉在宇治有两家店，本店创立于1854年，距今已经有近170年的历史，前身是制茶厂，被指定为宇治重要文化景观。我们选择位于宇治川旁的平等院店，优点是人潮比较少，这天早上11点多到达，不用排队。中村藤吉平等院店的外观是漂亮的两层楼和风建筑，比起本店座位的间隔比较宽阔，用餐环境也很舒适。但相较于本店，菜单上的选择也少了很多，所以如果你只是想找个地方歇歇脚、喝喝茶，建议到平等院店。但如果你是想要品尝更多样的中村藤吉宇治特色餐点，我会建议你乖乖的到本店排队哦。因为都特地来宇治了，实在很想朝圣更多宇治风味的甜点。后来我们又去了一趟位于 JR 站旁边的中村藤吉本店。本店保留原本制茶厂的风貌，是非常传统的和风建筑。本店的甜点也非常有特色，会用冰冻的竹筒当容器，看起来很清凉，而且味道一样让人怀念。微苦又带点甜的抹茶甜点，搭配软糯的红豆泥，真的是别处吃不到的好味道哦。餐点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，使用抹茶制成的面条，味道带着淡淡的抹茶清香，吃完以后很庆幸我们有再来这一趟。吃得饱饱的以后，我们继续在这条商店街上逛逛。越往平等院方向走，越觉得街道上弥漫着浓浓的茶香。我寻找着香味的来源，发现原来是卖茶叶的商店正在烘焙着焙茶。那弥漫在鼻尖的香气，让喜欢喝茶的我忍不住停下来观赏。这个茶香味真的会让人上瘾啊，赶紧闻香下马，准备把这个好味道带回家。宇治的焙茶，专程特地来宇治就是要买这个焙茶。然后这个是他刚现炒的，他跟我说他有分三个等级，那我买的是最好的等级，860元日元。如果你想带一点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，那接下来的这间店你一定不能错过。创立于1832年的伊藤久右卫门，来头不小，
是间将近200年的老店。虽然在其他景点也有分店，但位于宇治的总店是商品种类最齐全，也最能保留传统风味的老店。除了抹茶，还有各种日本茶叶可以选择，包装成精致的小包装，非常适合当伴手礼。除了茶叶，还有各种抹茶相关食品，如茶咖喱、饼干、甜点、抹茶卷饼等，种类多到你眼花缭乱，喜欢抹茶的人一定会买到停不下来。宇治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，一个是平等院，另一个是宇治上神社。我们今天要拜访的是平等院，入内参观需购买门票，票价为成人日币600元。一进来就会看到这座雄伟的凤凰堂，坐落在湖中央。建立于1052年的平等院，为平安时代藤原赖通改建的别院。左右对称的建筑造型是古代日本人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具体形象，后来也成为日式庭院的参考指标。位于屋顶的凤凰为日币10000元上面的凤凰圆形，而凤凰堂也是日币10元上面的建筑，所以游客来这里都会拿出钱币拍一张对比照哦。整个平等院的腹地广大，如果慢慢参观的话，加上室内的凤翔馆博物馆及其他寺院建筑，至少要花3个小时才能参观完整个园区。
参观完平等院也有点渴了，我们来到位于门口这家茶屋来喝喝茶。这个是焙茶冰淇淋，上面还有撒了一点焙茶粉，然后这一个是抹茶的玉露，来宇治必定要尝尝看哦。离开宇治之前，我个人推荐一定要在宇治川旁的这条步道散散步。漫步在绿荫下的步道，眼前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悠然景色，微风徐徐吹来，耳边听到的是宇治川的潺潺流水声，享受这个宁静的片刻，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。这趟京都行，宇治成为我心目中一定要再回访的景点。它不仅有悠久的茶文化，慢活悠然的氛围，也让宇治独具魅力，与众不同。有机会的话，来京都一定要亲自来走访这个茶香之都哦。京都之旅的影片就在宇治完成最后一个篇章，如果你还没有看米飞其他京都景点的影片，欢迎找到日本京都自由行的播放清单中来收看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米飞看世界，我们下次见。